家里养了半年的公鸡没下蛋，咱今天拿它来钓个螃蟹吧。来，下去。哎呦，呵呵，你慢慢的放。拭目以待啊！第一杆时间比较短啊，这光过了有个三分钟，看看有没有蟹子。哎呦，还是有蟹子的啊！看，哎，不多。哎，怎么都掉了？啊，重新来吧，重新来，这个都掉了。重新来，时间太短了，提一杆吧啊！这是五分钟以后的了，看看五分钟以后到底有多少蟹子。哎呀，这还行吧，不是很多，再来一杆，耶！看看今天这杆怎么样？哇，这杆还可以啊！海边，这里发现一个海星，是哎五个腿的哈，收了。这里还一个，这个带走，好看吗？那里也有个，也要给它收了吧。Double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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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 Q， 收。海活不会是个壳吧？哎，哦，哈哈哈，黄金海活。要不是壳带肉的啊，收。小子趴在这儿，一打不藏好啊，哎，看着我了。这个蝎子漂亮啊，我还不小嘞。收，是个红腿，溜一个。你也看着我了吗？这个有点小，这个我这个有点小，收了吧，带走。感觉这里有个窝在这儿，看一下是啥。哎，是个小螃蟹。我啥？你握好了我就放了你。丢丢丢丢丢丢丢，又握了啊！这就放了，太小了。小子还在这爬呢，这个哈。哇，这个，呵呵，哦，还动，哎，怎么没有水？这个，滋滋，哎，哇，给捏好啊，这是啊，走啊，这个过瘾，我你看这个头，我的八哥，这里边是不是又发现一个啥在这里？看，小子，嘿嘿，哦，是大蟹子，哎，跑，别跑，哪，你上哪跑？收了，哇，这个地方搁浅了一个啥？看在这，嘿嘿，哇，这小鱼，哎呦。这个怎么是两条蟹啊？在这儿，你给我手，你给我过来，不好抓这个鱼。这是黑白鱼吗？哎呦，你给我跑过来，抓着你了。哇，这好看吧？刚来海边，哇，这个大海葵，这个过瘾了，哈哈，这个要挖出来，别给它抠出来啊！我给它抠出来，这个绝对过瘾，这个大。平枪了它，可以补上了它。吃上以后，看，哎呀妈，过瘾吧！水里边发现一个大的在这儿哈，这个绝对大，给它挖出来。这个是个巨无霸，这个，哎呀妈，发财了！这个大货出来，给它抠出来了。哈哈，看，大不大？哎呀妈！太过瘾了，这个收，又发现一个，你看这玩意儿完了，它变个颜色，你们看看啊，看好了，能不能用？好了，这里发现啥了？这是，哎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有小球球，哇，这么圆吗？这玩意儿，哦，真好玩儿，这个，再放了这个。走吧，哎，海边就得仔细看，这里发现一个海活，看看咱的眼神哈，非常的霸气。哎，你看又准备了一个小棍儿啊，这个是可以用来抓八爪鱼的，咱就把它放在这儿，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来我直播间，咱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抓到八爪鱼啊。今晚十二点，再放一个啊，一个不过瘾，放俩，放在这儿，静待八爪鱼上钩了。这个水里。发现一个，漂亮吧？收，这里又来一个，收，来了老弟儿，这哪跑？哎，软壳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也还没有退啊。这里发现啥了？在这儿，收，这个石头底下，看好了啊，里面表演一个绝技，这个大蝎子，在这里边应该是，看好了，刚才没表演明白。在这儿，好，看了吧，这个收了，像这里边有没有吗？这里边应该都会有。哦，还是哪去了？在这儿，哦，收。刚刚发现的是个小海螺，在这吃东西了，看，漂亮吧？收。
啊，这个石头里边，刚才看那个螃蟹进来，给我大飞去，我在这儿不行，不动，收。再来个大货，看看在这儿，这个红腿，哇，这个漂亮吧？哎呀，漂亮，高兴，你看他高兴的，跟我回家哈。再走，对，还有一个小的不大的人哈，藏在这里边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呀，哎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啊。用一个是软壳放，不知道从哪来的，看，来吧，收。这种石头底下绝对会有螃蟹的，看好了啊！据我多年的感觉，看这个大不大？正在直播，出来我直播间。啊，这个漂亮地方，有东西在这儿哈，是个啥？不是，哎呦，黄皮鸥，我以为是个啥好东西，收。潮水正在退。完之后，这里又发现小火锅在这儿，看，这儿，又是个黄皮鸥，好像发现了一个蛏王洞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它这个也是跑这跑的，在这个地方吧，看好了啊，来吧，三下两串，把它露出来，看我的手速啊，小的来了，来了，哇，你看大不大？我是水平高吧？哎，好像又来一个呀！我是，我以为又一个地方。哎呀，又是个黄皮鸥，就有点喜欢，放了吧。这个小鼓包是个啥玩意儿？在这儿，还有一个毛憨子，小毛嘎。又被我发现了一个蛏王在这儿，看好这个眼儿是朝哪跑的，摸着吧，它这个方向看是朝这个方向的，在这个位置30厘米左右往下挖就行了，正好把这个逃跑路线给它截住了，这个时候就深挖一下啊，因为它是斜着往下过的，看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一眼呢，哎，来了，还行吧，收，这个就比较明显了，应该是个毛嘎或者是一个什么嘎，看，收了，两个小时的收获怎么样？看这个还要逃跑，跑什么跑？喜欢看赶海的记得给我点关注，全是大蛏王，正在直播，哇，今天这个收获过瘾吧？嘿嘿，刚在海边才我这里发现什么啊，还勾引我呢，还给我长个影干嘛，出来，喂，我吓一跳，我出来吧你，哇塞，金尾虾一只捞的吗，哇，这哎这金尾虾好漂亮啊，这金尾虾，这金尾虾我这卖5块钱，那这就是一只啊，你看这样，哇塞，发财了啊，这赶海这真好，嘿嘿嘿，欢迎蟹子，这蟹子在这睡着了吗，啊来的吗，这是个，哎，不动它的吗，这不是怎么着吗，这不是怎么着吗，来吧你带走，把这一个啊，看看我又发现个什么，来小黑锅，咱们这哎，我知道啊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呢，快来，这里边还有一个，这可吃了吧，这个多杀你呢啊，你跟我这黑锅呢，哇，这里边这里边看到我们偷包在这儿呢，这里边这应该是这外部老是个啥呢，什么蛋蟹呀，这个干啥呀，死了这个吗，死了吗死，你跟我俩装，看到没，跟我俩装，哎，这就跑啊，哎，这能装，这能装，我这是个什么营生老铁吗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我从来没见过，我怎么就这么长，就这么点，我怎么这个啥，这个哎哎哎哎哎这个啥呀，这是个啥啊，谁知道，这个特别有了，你别看这里啊，沙滩上有一个小痕迹，有一个小裂缝，这里面海螺一只，小海螺，谁说沙滩上没有海螺了，海螺一只咋的了，这个有肉啊，这个有肉，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这还有个刺儿呢，这哈，这哎，刺儿一弄就小海葵一个啊，小海葵慢慢的，这样海葵慢慢的薅一薅就好了，出来了，小海葵可是大捕捞去啊，真好，我们这赶海了，赶海了，双击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了啊，又来海边了啊，这咋了，这是我这个小河豚不要生气哦，我习惯放了吧。
这家伙脾气太大了。对了，最近真的有好多好看电视剧和综艺上线，为了不让朋友们花冤枉钱，这里我和移动合作给大家争取到了大活动。只要是你是移动用户，就帮你实现追剧自由，点击左下角追剧用的会员和流量都给你安排上了，你上热门视频会员随便用，每月想换就换，好剧随便看，视频随便刷，还有30G 高速专属流量，直接实现流量自由。现在开通首月一元，四月才19.9，赶紧点击下方办理吧。他在这游山玩水的，我要给他抓上去，让他给我们生气的。你还想跑？来，干什么？这么难抓吗？来，开始生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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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，放。